新闻首先是来自嘉义市议会的消息，兴销嘉义市的鸡肉饭节，市府特别在每年都办的百万计生将再次来办理。不过，这项计生在议会被机关来删除。机关张秀华的批评表示，办理鸡肉饭节并无具体的成果呈现。交通处编列350班预算 BRT 建设后车停计划，意外无受到议会支持，决议删除。说，哎，这个就因应大家的一个看法，我们要已经要提出来了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会被删掉。那也就是说，其实很多的市政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多，而且非常的困难。我们以前也认为，哎，其实在这里写的清清楚楚。这是 BRT 的一个，是啊，你认不认同我所讲的？应该事先去做个沟通，这个事情应该会迎刃而解的。好，我觉得就像你讲的，我们会再改进。但是如果说议员你也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是当你看到了，是不是我们能坚持？能够坚持啊？光我们几个坚持没有用吗？我们当然是坚持啊，坚持没有用，这个我们就参考就你。你是发包的，一定的设计是伫你的心中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讲。交通处长，你讲伫遐，要甲你用你的意思，阮三四个伫里要做球予你，你就是讲袂清楚。愈讲吼，予大家愈会眼盲，吼愈讲予大家愈会眼盲。啊，讲着爱安尼，敢若甲你讲，一直本身甲你讲，对以前的设计错误，你对以前的设计错误，嘛是伫你的心中啊。来，我一个道歉，350万票一过，你嘛是毋嘛？啊，经过多少年的一个改变。那我们现在给它放在这个停的快车道分放在那个路边，这个经过是要你要强而有力的说明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你政策的改变，刚刚张议员我们几个议员讲，就是希望你跟我们沟通说明一下嘛，不知道啊，完全不知道。张秀华议员表示，在嘉义市推动鸡肉饭节，天经地义。有一假期的时间，有嘉义人有伫食鸡肉饭，知名度全国拢知影。为什么这项预算无受到议会支持，遭受删除？这因素是去年的成果无数据说服议会。伊咱做囡仔，咱的是大人，都拢带咱去食鸡肉饭，一直到即马几十年来，一假期的时间，所以嘉义市来推广这个鸡肉饭节，是名副其实啊，天经地义。但是为什么机会机缘还无一道？这咱来探讨。因为整个活动一百年现在正进行中，你一百年你的成效，你有去用一个数字，甲伊做讲，你办这个鸡肉饭节了后，到底对嘉义市的这业者，对嘉义市的整个产业有没有提升？你们缺少这一个有数据为让你们做背景、做依据的东西。但行政议员直指去年所举办的宴席餐，参与者有负面的批评。那是农委会补助的，我们知道600,000哦。人咧讲的一句话啦，吼，生水生歹一个笑啦，吼，食好食歹是一个笑啦，吼。你这个物件，你不管讲你是做了无安怎，但是迄天的天气就是讲寒啦寒，无讲解热。当然，议会议员嘛唔甘家己吃鸡肉饭、小食文化以及知名度，甲家己吃恩怨。但是，伊建议建设处会当伫家己吃的四周建立大型看板，表达家己吃是鸡肉饭的故乡来做宣扬。张秀华甚至表示，只要有华人的所在都有鸡肉饭，都是家己吃之宝。冠上家己吃鸡肉饭，才是真正鸡肉饭。最新新闻，蔡碧彤家己吃采访报道。